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活儿吓我一跳。姐，你自己在家瞧着呢。那个谁呢？我大小姐。哎呀，你咋这么闲着呢？姐，我今天来告诉你个大喜事儿啊。喜事儿啊？啥喜事儿啊？我要结婚了。妈呀，这怎么突然间开窍了呢？啊，我寻思青莲跟大英回，我得给人个仪式啊。 那早就该办了，是，打算在哪办呢？在他家办呢。啥时候啊？下周。妈，你这说不办是不办，这办的也太急了吧？啊，那你咋的？有啥需要我帮忙的？需要吗？还真有点需要吧。缺钱呢？没事，姐这还有点拿去用。不，钱够。你不会是我姐对我是真好。 那啥样嘛？那咱们姐俩，我不照顾你，照顾谁？我这次婚礼是主题啥呢？主题以中西结合式的，主要是突出新中式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，每一个步骤全不落。那太好了啊！那整中式的行。是，现在就差一个环节。咋的呢？就儿媳妇不是给老婆婆带花吗？我寻思我妈不在了。 我给你找一个，我最亲的人，给他带花。那你啥意思啊？你不会是要给我带吧？对，就给你带。对啥对呀？那可不行，那这差辈儿呢，咱俩是平辈儿，那带不了，不行。那怕啥的？给老婆婆带花往脑袋带，给你往胸前带，就是象征的似的，老姐比母嘛，给象征似的。完之后你给个发红包，就是证明儿媳妇进咱家门了，就完事儿了。 啊，那这么说的话，那这么的行，那红包就包多些啊？包1万零1。这是万里挑一呗。对呀、啊。行，我准备。不用准备，我的准备完了，到时候钱我给你，你直接给他就完事儿了。行，那挺好。给握手，跟他握手。儿子，跟他握手。你干啥呢？玩呢。我跟小狗狗玩了。 谁让你跟小狗狗玩了？快上妈妈这儿来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上爸这儿。哎，好，来握握手。你看，来吧，跟我豆丁握握手。哎呀，你别让孩子跟狗玩，我都说多少次了，上妈妈这儿来。哎呀，没事儿啊，一个小孩儿从小跟狗在一起玩玩，能咋的？这都洗干净了嘞。妈妈看看来，过来，豆丁，来。 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狗身上有细菌，你老让孩子跟他在一块玩什么呀？你咋真多事儿呢？这有啥呀？还啥细菌呢？你看这来亲一个，哎呀，你看这亲一个吗？来，儿子你亲一个，来，来亲。你怎么？这以后你别跟孩子玩了。你瞧你一回来咋就这？ 这怎么一点爱心没有呢？我是没有爱心吗？这么点小孩，你让他，这有好处。从小我们都这么过来的，一个农村跟小狗玩玩能咋的？他啥细菌呢？这都打药了。看，这也叫妈妈。看，没细菌。来，跟爸爸握手。去了。以后呢，你跟他过。啊，你俩晚上睡。儿子，妈不走了哦。你走了。 啥玩意儿呢？这回来就净事儿，找事儿，不跟人玩了。